我不喜欢好可怕对不对早安今天我们就难得假期要去剑湖山好久没去了多久没去了十年吧这些 很久没去的游乐园就是有小孩之后就会想说就再带他去走走我们现在就是吃个早餐就出发待会就要出发要剑湖山好了，那我们就待会要准备出发 ，OK， 就这样，拜。我们到了，开车从台中开过来，大概一个小时多啦。平日的剑湖山其实也人潮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周休二日啦。你说阿姨 ，Hello。你要说大家好，你好。这次的影片呢，算是跟剑湖山的一个小小合作影片，所以呢，来到园区之后呢，很开心的有张经理迎接我们，替我们导览一下设施，最后呢，还带我们快速通关进到了园区。其实呢，我很久之前就想带儿子来体验剑湖山游乐园，因为他超喜欢看恐龙的，等等一定会超级兴奋。可是呢，太真实，有时候他又会很害怕，不知道他等等会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是剑湖山最近新的活动。互动星球的一些公仔联名，哪边？儿童王国，那它是一个室内的儿童游戏场，就是在下面那边都是适合像给这种小朋友可以自己玩的，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对对对，然后上面的这边都是亲子互动的，然后它是一个室内的场所，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的，就夏天妈妈觉得很推荐。没有，因为这边比较没有那么热，你知道吗？这边很凉快。这个吗？有十颗啦，各位，按进去。哇！要装很多球，对不对？好的。我觉得这边有点是回忆杀啦，有一些设施其实感觉出来，其实它真的是有点久。之前来说，这都很久很久之前了，它现在都变成说是带小朋友来游乐园来感受一下。平日真的棒，就是人潮不会很拥挤。你看这整个球池，有一点包场的感觉，里面这个室内啊，因为它有冷气，所以它不会非常热。妈妈可能会比较怕晒啊，不喜欢热啊、流汗啊，可能会很喜欢。他在游泳啊！护斗系列全部变超大的，超可爱的。我家里面还有一系列护斗的那个公仔啊，它这整个变放大版哎，不会流汗的感觉是不是？对，有缺点在，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电梯，所以我刚刚是扛下，用扛下来，可是我没有找到啦。应该是有啦，要找一下。后来我们刚刚在后面有发现小坡道，可以把儿童推车推下来。刚刚急着下来看活动，白扛了这一趟小推车啊。乱路。好。哪里有恐龙？我看一下哪里。在哪里？看到吗？我带我们一起去。我叫你吵。它在动哎、欸。你不敢在哪里？敢过去吗？你敢过去吗？不敢。你不敢过去？哪里咬你哦？好，爸爸过去看看。不行。啊，不行。不会吧？我们过去看看，不会咬人吧？不会咬人吗？妈妈买了什么？好烫哦，你要吹哦。恐龙鸡蛋糕。好可爱啊！你看。这样子。哇，啊，只有这一只吗？嗯，闻起来好香，全部都是同样的。好啦，你先陪他去。好啦，我儿子急着要玩。好 ，OK， 他想要去看恐龙。这个应该是他后现在在推的恐龙区啦。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是，等一下，十二点四十分会有恐龙会跑出来表演，我们大家来拍看看。然后这边很多那种恐龙互动的大型的装置，你看像这个有的还会动。刚刚因为有一些蛮逼真，小朋友看到有时候会怕怕的这样。然后那里面是有一个 VR 游戏，可是可能小朋友太小还是不能进去玩，有一点在有点在做侏罗纪公园那个感觉啦。是刚才这个，就是恐龙造型的鸡蛋糕。
还 OK 啦，觉得是以造型为取胜的。哇，跑出来了！他说停一下，不要再往前了吗？我爸爸去看啊，爸爸去看。他会怕。他很喜欢恐龙，然后太接近他又会怕。太近了是不是？你要跟他拍照吗？你说不要，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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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跟他挥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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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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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有爸爸？爸爸，爸爸，那你去拍。那我跟爸爸啊，爸爸，爸爸帮你去拍好不好？好，那爸爸去拍哦。可爱。我想走。你想走了？好可怕哦！走崩溃，他超爱恐龙，结果他还是很害怕，就是很爱一个东西，可是太靠近的时候又没有办法。你要做蓝色的、哦？耶！哇！你跟妈妈做好不好？他会飞高高啊，很高。在那个摩天轮的路口这边，他会帮你拍照，然后拍照之后呢，在你摩天轮坐下来之后，那边就会有照片可以让你选择要买或不买。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使用的闪光灯什么的，然后刚拍出来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不管天气好跟坏，它效果拍起来都还 OK。 如果你觉得照片不错的话，在那边就可以买纪念的照片，这个服务我觉得还 OK。 摩天轮的餐厅，我发现它有点隐秘，所以可能大家不太好找，大部分餐厅都在摩天轮正门那边。什么？这个童话世界跟彩虹攀爬，这是新的吧？对对，这是新的。刚刚六个恐龙可以进两个，啊，你要带完了，我要拿一只。用完餐之后呢，我们来到儿童王国里面的一个新设施。这个童话世界啊，就是能够让小朋友透过描图填色，产生自己的彩色恐龙。最后呢，它还会投影在这个大荧幕上。我儿子在这边整个很兴奋，玩得开心的嘞。这一只。抓到了，你抓到了，抓到了，小心哦！画完恐龙后呢，旁边就是彩虹攀爬网，这是一个啊，可以让小朋友透过攀爬穿越过小小迷宫的一个有趣设施。但是没想到我儿子竟然在这边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小心哦！可以哦，嘿，加油！对，可以爬着就好，抓过来。哦，好。好啦，不用怕，在里面迷路哭了。在哪边？在哪边？好，在这里，我看到你了。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没办法，啊，叫姐姐带你下来好不好？姐姐，姐姐，哇，很棒，你很厉害，不用怕。好，抓着下来。嗯，走一下啊、喔！对，慢慢往下滑，溜滑梯，女生溜滑梯就下来了，手放开就滑下来了，溜滑梯哦、喔，哇，好棒哎！喜欢的，好害怕，对不对？你不喜欢哦，很可怕，对不对？好啦，你长大就可以玩了。哎呦，怎么样？现在又哭又笑。这有一点就是要放手让他自己去学习，然后刚刚卡在上面，他自己有点害怕，他还有自己克服困难下来，我觉得这个蛮值得鼓励的。妈妈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刚刚没办法处理任何状况，只能引导他或自己路人姐姐帮忙。还是要让他学得独立啦，独立过后他就比较勇敢一点啦。对啦，好玩吗？小插曲过后呢，儿子又在游乐园玩着电动，缓和一下情绪。所以说这个年纪情绪来得快，也走得快。最后呢，我们去做了一下旋转木马，他跟我说：“我也要坐飞机。”哦，好 ，OK。
应该是我儿子人生最大的冲刺体验，不知道他会这么刺激啊，因为他上面写80公分可以玩。这应该是比较不会这么硬的一个列车，应该是绕园区的。坐后面那一台好了。坐完这个游园列车之后呢，妈妈跟儿子都有点昏昏欲睡，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而我呢，想来回味一下我的青春时刻，体验一下。冲锋飞车，很久没有坐这种飞车，很想记录一下这个过程，来看一下等一下会怎么样。有点晃，有点喝醉酒的感觉。还有一个想要挑战的，就那个最高那个，剑湖山最高最高的云霄飞车 G5。 我好像有点紧张哎，你看这个高度。好啦，来都来了，因为绑在前面怕掉下去了，那就直接这样吧。你没有看错，我一个人坐一台。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快打烊了，我就赶在最后一班赶快上去了。我本来是没有绑摄影机的，那这段画面呢是剑湖山这边提供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刺激。就这样往下冲，你看这个感觉，哎呦喂，这一瞬间脑中闪过好多青春的画面。没办法，舒服哦，小晕小晕小晕。OK 啦，小晕啦。刚刚那个上去这样子，根本会停一下，然后再这样冲下去。哦，我只能说那段有点刺激。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还可以，这个年纪上还可以，就是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到底还年不年轻呢？哈，可以来挑战一下，真的好玩。Good。这次也真的很谢谢剑湖山提供我们这一次的机会来体验这整个行程。平日来剑湖山的话，整个人潮就真的没有到很多，尤其是也没有还没到暑假嘛，暑假之后才会是整个旺季。我其实也蛮开心的，来回味一下我的青春时刻。那我小朋友也3岁，其实我上次有带他去六福村啊，那我就觉得2岁也没要玩什么，然后今天3岁我带他玩，他还是儿童王国那一个区块，这种还是不行。那刚刚其实他有去玩的一段小小飞车，他就说他很害怕，所以他可能要再长大一点。那我觉得整体的剑湖山的体验我觉得是不错的，虽然说他的设备有一点时间了，但是我整体体验下来，他是一个老牌游乐园里面还是蛮值得来探访的。而且现在 KKday 啊，他们在非旺季时间票价都还蛮便宜的，真的还不错，推荐给大家。那我会放些不错的票券连结在这个影片的下面，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自行取用哦。另外补充一下，7月1号开始不用加价就可以玩水上乐园嘞，这个小朋友一定是玩疯的吧？下次呢，我也要带儿子来玩看看。以上相关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喽。今天好玩吗？还可以。OK 啊。因为那颗室内场所会推。推啊，推。因为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那边就蛮适合溜小孩。适合妈妈溜小孩，适合妈妈在那里休息，这样子还不错。开心，我也开心。好啦，那就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哦。那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就会有新影片通知。那我是柯小王，下次见，拜拜。